普渡共桌，龙虾白鲳红鲟腿裤豪华大餐摆满桌，堪称是好兄弟痛风大餐。当年几万块，给你老阿婆的头皮都住哦，摆卡捧盘，好像好雅滴吃卡饱。主人家好豪气，原来他是当地卤主，自己是渔民款待豪弟兄，当然也要海味十足。看看这红鲟抓起蟹螯，比一个成人的脸还要大，意味市价2000块，一共准备了红鲟88只，龙虾16尾，小龙虾大白鲳加上腿裤6桌，超过7万块。卤主说，贡品多到放不下，有的还摆在家。哎，搞到几只啊？我以为会只有饼干糖果。 彰化方院庙方普渡一共1500桌，其中12名卤主一人6桌自行摆设，大手笔款待好兄弟，也展现海口人霸气。记者陈胜伟、杨静、吴鹏兴，彰化报道。